欸、我们圣兽有人吗？圣兽又被揍了，是不是？在哪里被打、啊？在地底下、啊，我把他埋在岩浆里面。有人要找到他，我要迷路了。是，哼，西瓜，哼，哪里啊？还是有人把他赶快叫过来，叫回家。有人在旁边的话，不能叫。哦，对呢，哇，巧克力呀、啊，那是发光的那个。有可能哦，找不到位置，太容易迷路了。这是什么？啊、美果会痛、啊？是会啊，会刺。会啊。职业技能的那个技能是怎样用？哇，团长血太多了吧？哦，给你算了。我们的圣兽要死喽！死掉了，死掉了！没有人把他叫出来就完蛋了，没人救他、哦。死掉了，啊！是杰克，又是杰克。哎，我什么东西都啊！你怎么摔死了？有人挖了纸坑啊，是不是我挖的呢？好像是我挖的耶。有人要来，我不行了。神兽花架，新伴侣。我来了。哈？我不行，我操！伴侣。我刚刚僵持住了。他应该剩一点血而已。是啊，有。伴侣，人家是伴侣，你打他干嘛？人家是伴侣哎、欸，怎么打？怎么开始阴谋啦？打他干嘛？打他干嘛？哎、欸，他是来迎接，他是在狂打他干嘛、啊？谁啊？怎么了？神兽老婆被打了，输了。你是不是理解？你狂打、啊，那是老婆，他老婆啊。谁啦？谁？团团啊为什么？打杰克。团团打字，他没空理。把他打去，还是他们那边的任务是杀掉这个啊？巧克力来了，我们神兽旁边了。可能呢？会不会有可能呢？巧克力在我们神兽旁边哦。我复活你！哎，我怎么不能复活啊？你是？哎，他不是说复活队友吗？我怎么没复活到你啊？知道哎，这什么烂技能啊？狗飞。刚刚很凶哎、欸，哪里凶？要怎么迎接他回来啊？他一直打哎、欸！来，叫什么？白衣花架？巧克力在我们，巧克力在我们圣兽旁边。等一下，我们圣兽在哪里啊？我们圣兽在地下，在地下。哦，还在地下是不是？嗯，在地下。然后我们圣兽应该快阵亡了吧？打不死他、啊，233滴血，他应该是骑士，他是骑士啊，是吗？骑士，去收拾你，施暴你，要怎么把他带回来啊？要拿那个种子，快走、然后召唤他。啊，你是说那个开商店那个种子吗？对，他怎么不理我、啊？哇，他一直回太多血了吧？他回暖欸，好扯。他那东西好扯哦。害羞啊。哇，那死了，啊。哇塞，这什么？怎么了？啊，不用玩啦、啊，我去杀我们的圣兽。圣兽带回来了，啊，带回去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他老婆。亡灵群。啊，知道怎么玩了。好痛快！好痛快！哎呀，王林！哎，
圣战士哦，圣兽传送有冷却时间吗？应该是有哦，应该有。哎、欸，在我这边啦，在屋顶了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怎么跑这？哦，我拉走，我拉走，我拉走，在我这。你拉走。我们就是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随便拉，随便跑，随便拉，随便跑。他们就直接找不到。弄到岸上去，这有人。不对啊，他们应该有人变英雄了啦，不然怎么可能会变这样？看一下那个箱子有没有？嗯、看箱子，他会写。嗯，哪里？哦，英雄清单啊、哦。嗯，对，嗯，好吧，好像没有哎、欸。上供。你可以上供一千，应该其实，可是那上供到底是干嘛？就是贡献，然后让那个啊圣兽认同你，就变成英雄。啊，你死掉，圣兽就圣兽就扣血。哦，是哦。技能，我选择技能之后是为什么？啊、哦，哦，原来是这个东西哦。嗯，太懂了。伸手在我们家后面，有看到。技能选择之后是要怎么样才？对啊，我也在想我的技能选了，然后都不知道在哪。对啊，静跳，不要跳，不要跳。杀人者将无法移动啊。哦。嗯？好奇怪、啊。哦，有，他会给你一个东西。对，我们伸手是在地底下、啊。对，就有这。可能要等一下，我刚也等一下。嗯，十秒内遭受。上来的。这个。哎、欸，哦，好，反正就是我这边一下拉一下，然后就换你拉一下这样子。嗯，我还在引机耶。对啊，我们还在打那机。我刚刚在引到被被他们打。哦，有了有了。那个机还是、好晚才给那个机的。嗯，他会等等一段时间。哎呦，冲啊！哎、我去他们家放病毒。哎呦，好。我刚刚在他们家放一个病毒没有用哎、欸，还是要放在鸡旁边啊？那个是要放在鸡旁边的吧？不是哦，鸡旁边。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在他们家的天空放了一个，然后他们就是鸡。我看到你的鸡，过来鸡。阿修，快休息。回血，回血。他说放到可以诅咒的位置了。哎、欸，放技能用那个哦。去吧，小屁孩，打他！去打他，扁他！好冷，你们那边还可以吗？我他们鸡鸡在家里。神兽。嗯，没有啊，他们鸡没有扣血啊，嘎喷。而且加血。还是那个是放自己家的。病毒哎、欸，他们血量一直在增加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哦，还是他们完成任务之类的？哦、对啊，这是他们家。嗯？哎、欸，又扣了啊？为什么？我在打。白痴啊！我刚这里没人到，我刚想说我是走错边吗？又确认一下颜色。他们要带鸡回家，阻止他们。不是他们啊，还是要把那只鸡带回去跟自己的鸡相亲呐、啊？应该是啊。那你们把鸡拉上去。那、啊、为什么不把我们的鸡拉过去就好了？哎、欸，对耶。你把鸡拉上去。对啊。燃烧钻剑呢？有没有这么凶？得钻石。他们的鸡跑到那个另外一只鸡旁边了。他们要相亲了，他们要相亲了。相亲相什么亲？让我打他。像什么亲啊？去死啊！臭鸡！女朋友了啦！臭鸡！去死！鸡呢？这鸡怎么？在那乱跑，在那乱跑，乱跑，乱跑，乱跑！我看那个鸡一直被那个树丛戳到，好痛啊！干什么？顺其自然。两下哎、欸！他们有附魔啊？有附魔啊？我们都没有啊！对啊，都没有。哇，这墙都会非常一面倒哎、欸，对吧、啊？嗯，这次好好笑，可能我们要来附魔一下吧。等一下，他只给我皮革装、嗯，看起来好像他附魔没有很贵，你大概弄到30等附魔大概4000块，还蛮便宜的啊。嗯，他附魔是哪一个选项啊？
它是箱子里面，然后选到下后面几页有一个什么，嗯、有一个那个地狱之心的。紫光在哪里啊？光。他说周围有人开启商店了，可是没看到。哎呦天啊！天啊！欸天啊欸天啊欸、嗯。行。然后你们有空可以帮我拉个把鸡拉走一下，那就是一直帮我动来动去，动来动去。哦，我知道为什么会补血了啦！啊，治愈剑士啦！哦，戳到他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巧克力在戳我的时候，我补血了。哦，所以我们也可以治愈剑士直接打击上面喽。对啊，生长激素。是等一下试试看。原始条。可以接。饥饿环。巧克力想挖我们的附魔胎。给他挖。失明有治愈剑士啊，在哪一页啊？第我看一下，我只看到缓速发下一页，下一页，下一页没有治愈的，没有治愈哎，治愈领域哦，有可能，因为那个什么附魔那个也是什么附魔领域哦，那领域那这里。安内奇，对，为什么家哎、欸、家里超多敌人啊？我听到，我们家都没有自己人。圣兽，圣兽被打了，有三个拉不走，拉不走，拉不走，被劈到而已、啊。因为旁边有人，旁边有人。不要拆我的附魔台，没品呢、欸。连稿子都不见了、欸，暂时把他拉走就好了，我就可以把他拉走了。我现在一直不行不行，旁边有人，旁边有人，不能拉。嗯、现在旁边有人。现在还有吗？有啊有啊 有, 有啊，可以拉了可以拉了吗？可以了看看，可以了。我这疯狂点了，有拉走了。你用看看能不能用治愈领域帮他补血吧。治愈领域是怎么买？这箱子一样在箱子里面，然后再见识再下一个。见识下一个。第三页。哦，这里有第三页。卡住了。它有四页。治愈领域。OK。卡住了。有回吗？有吗？好像没有。嗯，没看到，他没有回血的感觉，还是有其他回血方式？知道哎、欸，嗯，那他们的小鸡在哪里啊？看一下，人家不能买东西耶、欸，他们都在买那个三叉戟那边丢，三叉戟超贵，一只要3000块。没买就没钱，嗯，重点是也没办法用几次，嗯。哦，他们小鸡在他们的屋顶上，屋顶。没有啊，那没补血啊。嗯，那就不知道是什么，不知道他们怎么补的。嗯，还是有什么其他东西啊？产生新的爆弹。我真的不能点下一页。等好久、哦，你按住 Shift 再按它嘞。哦，对呢。警报时，被破坏时会发出警报。哦哈。嗯嗯。嗯。取出50点，存入50点是什么意思啊？钱吗？不知道。还有利息。从攻队伍仓库，队伍仓库。嗯。哦，蓝队那边有队伍仓库，所以我可以。啊、为什么会？为什么加经验？哦。哦。有个队伍仓库。哎，后面后面。啊。然后这是什么？骷髅。干嘛还要回去？他隐形了。没有没有，他用那个中介珍珠。哦，他刚盔甲会比较满意。上供。新的委托。嗯哼。死亡最多的队伍胜利是不是啊？神兽加50滴血。什么奇怪的任务？怎么是50滴？应该是50%吧。那就50滴。刚刚他们那个相亲那个也是50滴啊。嗯。红队完成委托。钻石的那
什么十颗钻石？所以我上供之后到底获得什么能力啊？不要上供十次吗？对啊。哦，我上供了500，变穷。然后呢？转职吗？可以转职吗？20分钟。他说你是工头啊，每秒给全队1块钱。对啊。还是在跟、欸、那我要上供玩玩看。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上供。帮我把鸡拉走，我听到声音了，帮我把鸡拉走。某鸡。有拉过吗？有，走了。全队获得力量二效果。哇！所以上供是抽奖是不是啊？不是不是，因为我是技师。你的职业进阶了。职业关系。那我按看哪里啊？哦。要上供多少啊？10次。我太穷了，我去挖东西了。获得力量效果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也是工头啊？哎、欸，你是不是矿工？可是我刚选的是骑士哎、欸，我记得。嗯。还是他内阁、嗯，因为我选骑士，但他给我金高。点可能点错了吧？那时候點。嗯。是说力量二效果我没拿到啊？真的吗？是要靠近小鸡吗、欸？是吗？不知道，我靠近看看。发现新矿脉，恢复二。发现新矿脉是上面地表有生矿物的东西，还是要到繁星附近才有啊？我是没有啊，还是没有。小鸡附近也没有啊。嗯，都没有。嗯。哎、欸，分裂键呢？开放转职，防御下降。